各位，今天的 KTV 呢非常的精彩，在这边宣布一下两队的成绩，在这边宣布一下元昊队的成绩，他们答对了八题，掌声鼓励。哇，箱子队也不错，但是呢稍微落后了一点点，他们答对了四题。 就是我们的元昊队，两队举到台前来，太棒了，认真就能唱出好声音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今天呢，就是我们的元昊队啊，是 K 歌王，马上上我们的奖励喽，耶！今天副表现太棒了，完美，谢谢，太好了，太好，优秀。 由于你表现的这么好，所以呢，由我先来试试。不错，这是什么事情啊？我等就过完呢。对对对对对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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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哦，天哪！满出来了啦！那卡士达是季节限定的。你看他的头皮好俏皮哦。 各位，这个冬饼卷呢、啊、太棒了，软又 Q， 吃起来很像什么？很像我们常常会吃的在外面卖的，它是包的冰淇淋的，没错，它里面就是包着冰淇淋。卡士达，卡士达，太棒了！各位一定要吃看看。富凯，你来，胜利的滋味，抹茶红豆口味。富凯怎么样？不是吗？不是吗？快哭出来了！哦。 没关系，首先感谢你的父母，加油，终于拿到冠军了。今天是他们给我那么好吃的蛋糕，谢谢。好不好吃？味道怎么样？那个冰淇淋那个口感，哇塞，这份松饼，好吃的东西不需要说太多，只有两个字，好吃，漂亮，真的，说的好，说的好，好吃就够了。来，小姐，小口一点嘛。 哇塞！哇，我来，Big Box，Bi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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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x。不能不能，队长，我们Big Box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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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们每个人各司其职，所以拿到今天的 K 冠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明雄大哥今天也很努力，来了三次，很可惜没吃到，下次来一定要让你吃到，好不好？我相信你。对啊，相持今天是有一点点失常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再接再厉，胜不骄，败不馁，才是我们这 K 歌王的精神。